到这个新历的七月份哦，新港乡亲拢有机会领到一包大红包。原来就是新港乡公所按这个七月三号开始，陆续伫个各庄头发放专乡生活辅助金以及经济振兴金，符合资格民众会当领到2200元的年终礼金。伫个这个时机拜拜的时阵，大家拢讲介幸福。新港乡公所按三号开始轮流伫各村发放生活辅助金，今年除了1000元这条以外，各乡公所甲代表会通过预算所发放的振兴经济金1200元，今年符合资格乡亲总共会当领到2200元的年终红包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5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55、15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55、15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
给我们的乡民一个小确幸。代表会跟乡公所哈啊极力来推展哈、哦、我们这个化荒捐基金呐、啊、哈啊，为了我们乡民哈、哦、的福利起见哈、哦、啊，我们代表会啊尽心尽力跟乡公所哈、哦、啊共事啊，花我们的一次性的1200的。乡长吴应钦在二号上午也来到新港村来视察进行金的发放情况。虽然现在钱是越来越薄，但是公所这个加码，让民众真幸福。小孩他们今年拿到这个也是蛮开心的，有一点小确幸啊。对。所以他们很早就把身份证交出来。对，没错。生活辅助金加进行金下乡发放的时间到这礼拜五为止，但是未付领取的乡亲，17号到21号的透早时段，会当到乡公所来办理。台中华新闻叶宏吴、新港彩虹报道。